一句荒唐的承诺，一个残忍的结局。你给他这么做记好，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见我抽嘴我得要你，下了去了我也要你，这俺俩的承诺。一场不顾一切的私奔，为何最终变成仇恨的开始？一旦进入这个怪圈，都很难走出，陷入情感纠葛当中，不能自拔。情仇一念，一线栏目即将播出。今年6月16日晚10点左右，家住山东省临清市南关街附近的贾志军、徐日林一家突遭惨祸，一名歹徒冲进他们家里，最终造成了徐日林死亡、贾志军重伤的严重后果。当晚，安装在贾志军家院子里的一个监控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案发当时现场的声音。保佑，保佑，保佑。我的眼睛啊，都给看不清的字儿的样，都给晕的样，那字儿。哎，我都是捂着这伤口，一打电话没法捂伤口啊，那血都往外涌。最后打错了一个，打错以后我一看错了，我又摁的小女儿的电话。后来我都在他足下躺着，我也心里明白，但是我说不出来，也没劲，都在那躺着。不知道无碍的话，不知道无碍。哎，你好。哎，你好。哎。这两个作为保证量又被啥了？啊？量又被啥了？扔下，那个一点。这好像被啥了？啊啊！人命关天，临清市公安局的相关民警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了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是在我们临清市的这个南部，南部是一片老城区，都是那个小胡同啊，小院的地上和这个他北屋的地面上全是血迹。你们坐棉花上面。我一进来就爬上一滩血，然后再把都爬完那点串了。受害人的女儿告诉民警，就在半个小时之前，还在自己家里看电视，突然接到了一个父亲打来的电话。受害人的女儿在电话里听到他父亲说：“赶快来，要出人命了。”他女儿接到电话以后，就抓紧放下电话，就抓紧赶过去了。受害人的女儿称，从自己的家到父母的家骑电动车顶多需要10分钟，可就是这短短的10分钟，等他赶到时，发现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喊着他妈妈两人，他妈妈没反应，没反应以后，然后一抬头，看到屋里，他父亲也在地下躺着，然后又。就过去照顾他父亲，他父亲呢，这个当时也处于这个前途昏迷的状态。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惨状，受害人女儿的精神状态一下子到了崩溃的边缘。到底是谁干的？悲痛之余，女孩告诉了办案民警一个重要的信息。他爸什么事都不告诉我，但是我照着奶奶是我自个儿看着的。然后明儿你现在你听我说嘛？我知道，但是我真是他么也不跟我说。他觉得他俩是因为我，然后我就给他看他俩发短信了，才知道发生了。就他女儿反映，这个沈贤，一个叫徐新全的，和他母亲以前有过这个感情纠纷。而为此事呢，这个徐某琴还和自己的丈夫，也是其中一个受害人贾某啊，还离了婚。这件事到底是不是徐进全干的？受害人的女儿还提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她父母家的院子里安装有一个监控，当时因为是夏天，
家人洗澡时不方便，就把镜头给蒙上了，但声音应该能录下来。顺着受害人女儿的指引，民警很快就找到了这个监控设备。果然，该设备完整记录下了案发当时现场的声音。你怎么蒙了？我知道你会。你怎么了？我记得，真的。你怎么的？我问你，你不用我帮他，他都是我的。这段录音清楚地表明，案件是由感情问题引起的。徐进全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他现在身在何方？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快速展开。这是我刚到任时间不长，发生的第一起命案，所以从局党委高度重视。发生这起命案呢，也是对局党委，对广大民警的一次考验，一次检验。这个确定嫌疑人身份以后，那组织城区派出所。城区刑警责任区中的对城区内的小旅馆进行了地毯式的个排查。针对小旅馆的排查工作很快就取得了收获。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招待所里，民警提取到了一段嫌疑人的视频监控。因为他骑摩托车他跑的，当时有这么几个工作方向，一个是不是都落脚本地了，或者说把摩托车放在本地，坐火车啦，或借助其他交通工具逃跑。但是我们还是分析啊，他想要逃跑的话，他回一趟家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他家里还有。有儿子有女儿，他回家看一眼的可能性非常大。民警调查得知，徐进全是山东莘县人，莘县距离临清并不远，专案组立刻派出了一组警力赶赴莘县，希望能够找到徐进全的踪迹。到了莘县以后，发现他那个位置呢，这个去的方向呢是上这个河南范县，但河南范县和那个莘县大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就那个根据那个逃跑路线呢，就是奔到那个范县方向去了。所以呢，我这一组这一组同志呢，从到范县以后已经凌晨五点了，在范县呢，对当地的旅馆有进行排查。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对河南省范县的所有小旅馆、洗浴中心、网吧等嫌疑人有可能藏身的地方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但最终却一无所获。嫌疑人去了哪里？会不会又返回了莘县？更多的民警被派了出去，同时在河南范县、山东莘县以及相邻的其他县市展开了更加细致的追捕。因为我们又没有具体目标嘛，所以说就是一家一家的走，一家一家的排查。这个我们查完旅馆以后，两个多小时以后，当七点半左右，八点了吧。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山东省莘县位于豫鲁两省的交界地带，很多跨省的长途汽车都要从此经过，嫌疑人一旦乘车外逃，抓捕的难度就会显著增加。如何在外逃之前就控制住嫌疑人，这成了所有参战民警的当务之急。我们感觉到这小子如果说有落脚点的话，休息了，上车肯定要吃饭，我们就在这个周围的就寻找。后来向北走，走到一个叫张寨的一个镇，这个张寨这个镇呢，这个是个东西南北走向的一个交叉路口。然后在咱们朱吊强、朱吊姐的办上，发现他的。6月17日上午9点多，正在街边吃早饭的嫌疑人徐进全被民警捉拿归案。此时距离案发刚刚过去了不到12个小时。在这个在莘县长城汽车站抓他的时候，嫌疑人已经喝完面条，这准备面条完放下以后都上车，准备上公汽车到山西煤矿。如果说我们行动不及时的话，他走了以后肯定就不好抓捕了。
被抓捕归案之后，徐进全没有任何的狡辩，完整的交代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我说给你做个记号。是的。那是我，我说我那，这是第一刀吧？那是我也要你，我这样说的。他说你为了凑咱就有孩子，他说怎么着怎么着的。不是，那你当时你同的还是原来同的？你给他这么做记号，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别给我抽罪，我都要你下了去了，我要你，这俺俩承诺。啊，原来徐家是这样。就是在这儿，就是先捅了一刀，还是先捅的？说完话是说完话捅的，其实就是昨天捅的。昨天捅。不管是丑是俊，都要在一起。誓言说得很动人，和实际的情况却是拔刀相向，残忍杀人。徐进全和徐日林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恩怨？在临清市看守所，记者见到了被关押在此的徐进全。当时我们俩关系特别好，假如我回家一趟，他就痛哭流泪的。我走的时候，我也是那样痛哭流泪的。你当时想过没想过，这可能对你的孩子什么不太好啊？这想过，嗯，想过，就是放不下的，真是放不下。2014年，徐进全在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徐瑞林，一见钟情。虽然自己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但是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开始疯狂追求徐瑞林。而徐瑞林当时正好因为家庭的一些琐事跟丈夫贾志军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我父亲是去年2015年不在了，因为在之前生过一个病，往医院看父亲他不要去，不用生的气，那意思不要我管我父母，就不让你管你父母。对，他的意思以后嫌父母偏心，说偏心俺弟弟，实际上他也没这么证据。在这样的情况下，徐进全和徐瑞林很快就发展成了情人的关系。随后得知这一消息的贾志军选择了和徐瑞林离婚。我那时候我在家呢，他让我，他闺女结完婚以后一天不在家待，他跟我走私奔，就是远走高飞吧。然后就同意你跟你去天津。对，当时我们去的阳谷，在阳谷过的年，过完年以后又去了天津。在天津，徐进全和徐日林生活在了一起。徐进全告诉我们，他原本以为两个人从此就会有幸福的生活了，但没想到几个月后，一个无意间看到的情况让事情起了变化。那个徐桂琴应该在天津开电梯，啊，据着徐金泉说，当时开电梯的时候，有几个男的和他说笑，和他动手动脚，这个徐金泉都有点感觉那个，有点那个受不了的那个感觉，都吃醋那个感觉。他是怎么这解释的？他说是。他说没有。他说我已经给你这样了，我不可能在外边再怎么着怎么着。那你当时听到这，你觉得呢？是这种吗？就我也半信半疑的。嗯嗯。对吧？我不能光靠别人说呀，我不能光靠他说。为了跟徐进全在一起，徐瑞林抛弃了家庭，也抛弃了脸面，但收获的却是来自徐进全的无端猜疑。徐瑞林很生气，在一次争吵之后，徐瑞林选择了不辞而别。嗯，我留了一个纸条。亲爱的，我走了，你不要找我，你回家吧，家里有老婆孩子等着你。你用这些当时记得非常清楚啊，现在我手机里还有呢。嗯，当时我脑子嘣一下，我回家一看，一个纸条。看到字条后，徐进全说他一刻也没有停留，直接也从天津赶回了临清。回来以后呢，这个他给这个受害人联系打电话，他不接他电话，说把他手机给他拉黑了，怎么他打不通。打完电话呢，他回家以后，感到心里又挺不舒服，就感到你为什么这么绝情啊？你说不理我就不理我了。徐进全说，后来他了解到，徐日林回到了原来的家里，又跟前夫贾志军生活在了一起，这让他更加觉得窝火。今年6月16日，徐进全决定去找徐日林当面说清楚，想着有可能会跟贾志军起冲突。为了不吃亏，他随身携带了一把家中常用的剔骨刀。当天冲突是怎么起来的？冲突就是我在那个门楼上待着，他出去锁门去了。锁门呢，就是他
他一拉那个把灯开着了嘛，我在门那躲不住了，我就出来了，就拿着他那门底下有一把雨伞，我就打他一下子，打一下子他都懵了，我就把刀子拿出来，就这样。在冲突中，徐进全拿刀捅伤了贾志军，打斗的声音惊动了已经睡下的徐瑞林。当徐瑞林冲出来之后，徐进全开始跟徐瑞林进行理论。我让他走，他不跟我走。他那个里屋的那个男的打通电话了，快来人！怎么着要出人命了？激怒！你不让我过，我也不让你过。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贤林呢，就对这个徐母亲也下手了，连捅几刀。由爱生恨。不冷静的徐进全残忍地剥夺了他人的健康和生命，同时也让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最牵挂的就是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也吃不好啊，喝不好啊。我不在身边的时候，有人给他打架吧，生气吧，割气吧，或者是有人小孩欺负他嘛，好多事。现在来说我非常后悔，有用没有？自个儿找死，对吧？涉及到情感纠纷这方面的，每年引起的这么的凶杀案子，在全国各地都不少。这类案件呢，这个很多人一旦进入这个怪圈都很难走出来，陷入这种情感的这种纠纷当中，都不能自拔，思想呢会产生一些偏激，在很多时候呢会产生这个走极端的这种想法。这几个案件就说呢，你跟我过不了，我也叫你活不出境，所以他产生了这种呢报复杀人的这种动机，这种想法。这种呢不仅害了他人，自己呢也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也都要受到法律的这种严惩。山势险要、乱石密布的峭壁下，四个孩子被围困已久。这个山坳距地面垂直高度为将近是30米左右，它上方是这个将近50米的一个陡崖。复杂的现场环境，困难的救援行动，他们能否将孩子成功解救？一线悬崖呼救正在播出。2016年4月30日下午3点多钟，宁夏中卫市消防支队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称，在距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山坳里，几个孩子遇险了。我这又跑这走直了，人家就跟说了呢，别说这，救命救命，别还喊着的。完别说这，你报110，完别给我喊着说我报110。67岁的陈老太是当地的一位村民。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当他在地里劳作的时候，他听到了山坳里传来了救命声。你看这四个娃钻了个山坡上，不是酒醒着又这，你会爱你吗？你把你的手机爱上，别我娃说这大小有灵。很快，派出所的民警和消防支队的救援人员到达了现场。滑轮组，把滑轮组拿着一套。这不是吊带。吊带。消防员了解到，当天中午12点多，有四个孩子爬到山上玩耍时，被困在一处半山腰峭壁下的山坳里。我们到达现场以后，就是发现四名学生被困在半山腰这个山坳里。它其实这个山坳就是，以前这个泄洪沟形成的。
就支柱下边，然后他就是小孩，他那下上不去，下不来。跟你说是唱了，这也没他对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唱下来？当长乐派出所的民警和消防支队的消防员们赶赴现场的时候，守候在山脚下的村民们告诉他们，这四个孩子已经在峭壁下困了三个多小时。长乐派出所那边打来电话，通知说他娃娃出了这个半山腰去了。当时我在庄山农村不是种大棚，当时正忙着呢，听着非常着急，想摸到就走了。动弹不了。山坳距离地面有三十多米高，四周除了泄洪沟壑，并没有其他能通行的山路。由于地势险要，消防车根本无法靠近。为了尽快靠近孩子具体被围困的地点，消防员们只能背着绳索徒步进入现场。是你们报的警啊？几点钟咋发现的？几点钟啊？咋说的？哎呀，要说个一点过去这个就咋叫他自我的你们我在问他给我就我起来吧。村民告诉民警，起初他们打算自己上山解救四个孩子，然而要想进到半山腰的山坳里并不是很容易。民警和消防员们决定尝试直接爬山救人。这个问题是不是下你也下不来？下就不敢。我刚来，我们在那个山壁壁堆着，我又还在朝里头堆，这朝里没有走了。据现场观察，这个山坳距地面垂直高度为将近是30米左右，它上方是这个将近50米的这个陡崖。我们通过这个现场环境观察，发现就是说我们大型的救援设备和消防车辆无法到达这个救援现场。经过商量，一名消防队员试图从正面直接往上爬，接近受困孩子所在的位置。距离孩子被困的地点有几十米高，往上爬的山路非常难走，土质松垮，消防员脚底下的沙石不停地往下滑。学生娃从这上去的吗？没有，从那边没往上走。注意安全。之前我就跟他说过，那个地方你有时候应该是可以为那个下面是有那个矿，之前那个基础的哈踩了沙，那个地方像一个桥比较。你从上头下面你要是流到那地方，还有可能说那个沙子滑坡，你能歇一下。对。现场土质松软，环境复杂，救援难度大，又没有有力的支点做保护，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发生危险。在消防员徒手往上爬了十几米之后，他们发现通往山顶的沟壑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撑身体的支点，解救小组只好做出了新的救援方案。所以就是通过我们就是说研究确定方案，徒步携带这个救援器材，徒步绕行到山顶进行施救。看着消防员从山上下来，在下面等待的村民们有些焦急起来，消防员们也更加细致地向当地村民了解现场的地形情况。派出所的民警们和消防队员们开车寻找能够登上崖顶的路，出现在民警面前的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通往山顶的小路。据当地村民介绍，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登顶的路。在准备就绪以后，民警和消防队员们开始沿着山路登顶。而此刻从山顶确定四个孩子被围困的地点，对于救援人员来说又是一个难题。我们大约用了20分钟时间攀爬至山顶，到达山顶以后由于山顶这个泄洪沟过多，我们确定不了这个被困者的位置。首先我们联系这个山下人员，利用3.1线的方法通过来确定这个被困人员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呢，现在没路了，电话这是画下的。救援人员在山顶通过挥舞手势确定受困儿童的所在位置。还在这边吗？想要找到准确位置，救援人员需要跨越危险的泄洪沟壑，来到受困儿童所在的正上方。就这个沟啊？这个还是这个？针对的这个是？这个？知道了。哎，下好，知道了。在救援方案商讨之后，一组消防员在山顶寻找固定支点，以利于绳索下降。
另一组消防员则寻找相对安全的泄洪沟，从陡崖下降到山坳里。最大困难就是这个支点固定，由于它这个土质松软，支点固定很困难。最后我们采用了两点固定的方法，完之后进行固定。教练，从这是个直坡，从那是个斜坡。知道，直坡也行。在寻找到固定点之后，救援人员开始行动了。由于这个泄洪沟内这个土质比较松软，而且就是坡度比较大，大概能有个70度左右。我们向下搜索时几乎都是侧身向下滑，这个身体与这个泄洪沟基本上呈平行状态，给我们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救援人员携带吊带，利用悬垂下降的方法从山顶开始往下走。他们几乎是半走半滑的，沿着泄洪沟慢慢接近受困的孩子们。在大概10分钟以后，我们发现了这个4名被困人员。由于他们被困了4个多小时，这个看上去有些焦躁不安，向山下扔着石头。被围困在山坳里的这4个孩子，由于被困的时间过长，他们坐在地上显得有气无力。孩子们唯一的一部手机也没电了。而负责对他们进行救援的消防员们此时又遇到了问题。当我开始下降的时候，这个固定点一下子松动了，当时把我吓就是后背一身的冷汗。你们不拉那拉住拉住那边中间拉两个手机拉住好练拉住拉住哎呀上面干啥呢嘛。由于山顶上面的固定支点距离山坳有一段距离，绳索并不能直接到达孩子们所在的位置，下降到一半的消防员们不得不又开始寻找新的固定支点。此时4个孩子依然还在焦急地等待着救援，闻讯赶来的家长们也在担忧着孩子的安危。10几分钟之后，救援人员再一次滑向孩子被围困的地点，这次救援人员终于出现在了孩子们的身边。到达被困者位置以后，我们就是利用安全吊带给他们穿上，完之后利用绳索把他们放至山下。由于孩子们没有任何利用绳索下降的经验，救援人员也很担心在下降过程中出现意外，因为悬崖的内壁土质疏松到用手轻轻一碰就会有碎石子滑落。指导员和一位班长在上面为孩子穿好吊带，系好安全绳索。我和另一位战友在下面负责牵引保护。在给第一个孩子穿好吊带、系好安全绳之后，救援人员再三强调下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你们往后站啊，别往这山壁壁子站啊，小心把你滑下来了，听着没？绳子抓紧，绳子抓着。很快，在救援人员的鼓励下，这名孩子开始独自下山。放绳！放绳！为了防止岩石刮伤孩子，我们大声地告诉他，双手轻轻推开悬崖内壁。放绳！整个下降过程缓慢而有节奏，山坳里的消防员与山下的救援人员口号呼应，第一个孩子终于被安全解救出来。很快，在两方救援人员的配合下，4个孩子陆续被救了下来。被解救的4个孩子暂时还没有从恐慌中缓过来。对，坐下坐下坐下，说一下你咋爬上去的。你不是跑，我们就4个，我们就从那山中间下去了，其中一个别滑下去了，我们就和别一起下去把别往上拉呢，没拉上。第一个被救出来的孩子小伟说，当天中午他和另外3个小伙伴偷偷跑到山上玩，或许是因为好奇，几个孩子拼了命地往上爬，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他们悄悄逼近。俺是开不对，然后打算有点反悔呢，别其中有时开别觉得是滑板就
从那才掉山去了。然后白就掉山的时候，白就说白往下走，白就抬给去开能走的不。就在爬到半山腰的时候，其中一个小伙伴因为沙石太松软，从一米多的沟壑掉了下去。紧接着，另外三个孩子想把他拉出来，别往上拉了，没拉上了，我们就一起下去，或者看下面有路了没有，要有路我们就从下面一起走。那就走着到俺们就救的时候坐着那车，我就到那车边哄着俺能下去呢。俺其中两个不相信，说着回呢，回去他那是个阿个想办法。然而，想要往回走也是不可能了。掉到泄洪沟壑里之后，这几个孩子有些绝望了，四周并没有任何可以抓握攀爬的支撑点，进入了进退无门的境地。结果走到山背山中央，然后边没路了，然后我们就在那呢困了，就没下去。我们四个边都是下的嘛，然后我们就说着看从哪一条路上能过去呢，然后结果就过不去了。当时也害怕呢，就想着是万一从那个三米高的跳下去，要是摔倒滚下去以后到原来的那个岩子还有六米多高呢，摔下去肯定就是重伤。嗯，被围困在山坳里的四个孩子，小的11岁，大的也只有13岁，四周是松软的沙石，风一吹山上的沙石偶尔就会落下来。然而面对这种困境，孩子们却不敢求救。因为其中有两个说是不要个家里树，不要保健，保健害怕我知道了、可爱走呢，对，但是他们他跟那几个就有点担心，就那个就开始上山不下不了，对对对，就下苦了，当时就正好有点心里面着急了，就和喊着下面他们也发起下面有村里的弄天赶过来，就喊着下面村里就别人你们需要报警了。就被围困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年龄最小的小伟有些忍不住了。我当时反正我坐着就是喊，喊的还是不喊，我给岳母说我想喊的、喊了岳母说着不能喊，喊了家长知道就完了，我说那等等吧。为了不让父母知道自己闯下了祸，四个孩子就这样在山坳里熬过了很长时间。就说他们那个心里还作为孩子心里说想到遇到危险了以后就报警，完了以后家长知道了以后回去知道这种危险的情况，他们去耍去了以后回来肯定要挨揍，所以说是他们现在存在这种心理，就是说在外面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出去干啥也好，遇到危险了以后，首先心里面想着，哎呀，不敢报警，一报警以后回去家长知道了以后挨打。但是这种想法恰恰是导致他们，就是说是发生这个事故危险的这种错误的想法。我们就四个一直在那儿坐着呢，坐着，然后一个，阿姨别过来，别就说着别去帮我们报警了，我害怕，我妈别担心。那么然后骂呢，然后我们就没敢报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几个孩子着急了，很快孩子们的呼救声引起了山下正在种地的村民们的注意。通过这么一件事以后，你给孩子在平时的这个教育过程中应该给怎么样灌输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思想。通过因为咱们都是说都农村长大的，去里面耍阵那是啥呀，耍阵咱现在也不行。现在这个危险也太多了，哪样都存在这个安全隐患。如今四个孩子安全无恙地坐在派出所的大厅里，孩子和父母都有些心有余悸。教育到我们以后就不要那个胡来爬山，不要出去的时候要给家长打招呼。我感谢消防叔叔，以后再也不去这种危险的地方，也不让父母担心了。谢谢消防员叔叔救了我们。所以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不管是爬山也好，是游泳或者是去探险，都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所以说要在大人的这个监护下，或者是同伴，或者是比你年长的一些就是年龄大的一些领上你们过去了，既有这个有危险的地方，及时就能劝阻你们，不要去，这样就能避免这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在这里，我们提醒学生们，暑期节假日外出游玩时，一定不要去野外地形较为复杂的山崖、峭壁、洞穴玩耍，以免发生意外。